欢迎大家来到牛客网程序员笔试面试专题讲座。本期讲座的内容是与概率有关的内容以及相关的高频面试题。概率相关的题目呢，一般出现在笔试面试中，常作为客观问题出现，并且一般不会太难，并不会涉及到高等概率的知识以及微积分的知识。在笔试中往往出现概率期望的计算等等题目，那么计算简单的概率呢，主要还是利用古典概率进行计算，也就是利用组合数学的知识分别算出分子和分母的数量即可。那么期望的计算呢，主要是利用期望的定义，也就是期望是概率和随机变量乘积的总和。那么注意，随机变量的取值可能是连续的，如果这种情况呢，那么期望就是一个积分的式子，不过一般考察这样情况的呢是比较少见的。那么在笔试中呢，概率的应用主要是随机算法，比如著名的随机快速排序，它是利用概率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划分值，最终使得算法的期望的时间复杂度变为 B 勾 N 乘 log N。 所以概率用一般用来打乱输入，打乱输入之后呢，算法的复杂度呢就和输入的分布没有关系了，这样通常可以从概率上避免最差情况的出现。那么概率的另外一大应用呢，是随机数的发生器。我们知道要产生纯随机序列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，通常面试题会给定一个随机数的发生器，让面试者利用这个发生器构造出另外一个随机数的发生器。那么在工程应用中呢，概率的主要应用是随机采样，也就是概率的题目在面试中出现，它往往会问如何根据一个随机数的发生器，然后利用这个发生器对一批数据进行采样。总共有8支球队，有3个强队，5个弱队，随机的把他们分成4组进行比赛，每组2个队。那么请问两强相遇的概率是多大？这种类型的概率题呢，其实是一个排列组合的题目，主要就是利用组合数学的知识分别计算出分子和分母。首先我们要求出8支队伍分成4组的方法数，那么任选一个队伍呢，有7种选择对手的方式，再选一个队伍呢，有5种选择对手的方式，再选一个队伍呢，有3种选择对手的方式，最后一个队就直接可以确定了，所以它的方法数是7×5×3×1，也就是105。然后求没有两强相遇的方法数，那么我们知道3个强队5个弱队，方法数就是在5个弱队中选出3个弱队和强队配对，然后剩下的2个弱队配对，那么方法数就是 C53×A33，也就是60。那么两强不相遇的概率就是105/60，也就是7/4，所以两强相遇的概率为7/3。3只蚂蚁从正三角形的3个顶点沿着边移动，那么速度呢是相同的，请问它们碰头的概率是多少？那么沿着正三角形的边走呢，方向无非是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2种。如果所有的蚂蚁方向都相同，显然不会相遇，否则必然会有2只蚂蚁相遇的情况。那么3只蚂蚁每一只都有2种方向，所以总体的方向数是2的3次方，也就是8种。那么只有2种情况是不会相遇的，也就是大家都全部顺时针或者全部逆时针，所以相撞的概率为8/6，也就是4/3。假设某一个地区重男轻女，一个家庭如果生出女孩就一直生，直到生出男孩就停止生育，假设一胎只生一个孩子，问如果时间足够长之后，男女比例会变为多少？那么这个问题呢，我们先说答案，时间足够长之后，该地区的男女比例仍然为1:1。我们可以这样进行分析，有1/2的家庭第一胎会直接生出男孩，所以只会有一个孩子，同理有1/4的家庭呢会有2个孩子，第一胎为女，第二胎为男，有1/8的家庭会有3个孩子，2女1男，所以全部家庭的孩子数，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式子，它的计算结果为 2N。 因此全部的孩子数是家庭数的2倍，而每个家庭都会有一个男孩，所以生男孩的数量，他的孩子数是 N， 那女孩就是剩下的 N， 所以比例依然是1:1。给定一个等概率随机产生1到5的随机函数，除此之外不能再使用任何额外的随机机制，请实现等概率随机产生1到7的随机函数。
整个过程的具体步骤如下，我们有等概率随机产生一二三四五的随机函数，每次得到的结果如果都减一，那么就会等概率随机产生零一二三四，得到这样一个随机函数。那么假设这个函数呢为 f， 第二步是 f 乘以五，那么就将等概率的随机产生零五十十五二十。那么第四步呢是 f 乘以五加 f， 那么就会等概率的产生一二三四五六一直到二十四。请注意，这里面的两个 f 是指独立的两次调用，请不要化简。也就是说，零到五之间的空隙，五到十之间的空隙，一直到十五到二十之间的空隙，都会被第二次调用的 f 所填满。那么第五步呢是，如果步骤四产生的结果大于二十，就重复的进行步骤四，直到产生的结果在零到二十之间。那么既然出现二十一到二十四，就重新调用。那么二十一到二十四的概率呢，就会平均分配到零到二十上。那么步骤六呢，就是步骤五会等概率随机产生零到二十，所以步骤五的结果如果在模七的话，就会等概率的随机产生零到六。这是因为零到六模七会依次产生零到六，七到十三模七也会产生零到六。十四到二十模期也会产生零到六，这正好是三套零到六，所以零到二十的等概率的随机函数，它的结果如果模期的话呢，得到零一二三一直到六的这个概率呢，都是相等的。那么步骤七呢，就是既然我们在步骤六已经等概率的得到了零到六的随机函数，那么这个结果再加一，就会等概率的随机产生一到七，那么返回它就可以了。给定一个以 p 概率产生零，以一减 p 概率产生一的随机函数 f，p 呢是固定的值，但是你并不知道是多少。除此之外，也不能使用额外的任何的随机机制，请用 f 这个函数实现等概率随机产生零到一的随机函数。虽然 f 方法以 p 概率产生零，以一减 p 概率产生一，但是如果连续调用两次，产生零一和一零序列的概率却都是 p 乘一减 p。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来实现等概率随机产生零和一的函数。具体做法为，两次调用 f， 如果产生零零或者是一一序列呢，就再进行两次调用，直到产生零一和一零的序列，停止调用。如果结果是零一，那么就返回零；如果结果是一零呢，就返回一。反正两个序列产生的概率是一样的。